机台都在暖机，今天好像有一个人休息了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开六台机。这个星期天我要加班，因为有一个同事他休息，然后就是让我顶一天班，就等于要多上一天啊。今天这个星期天就等于没有休息，多上了一天班。像我们货架上面又来了好多铝件啊，那里来了好多铝件，那边也有。现在人还都没来呢，还不到八点。我那台机是做的一个批量的东西。哎，今天早上来的有点早啊，你看我变成还在吃早餐呢啊。他看着我拍视频他都不好意思了，呵呵。车床，你看车床也在暖机，机台都在暖机，因为没有夜班，所以每天早上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机台给让它空跑一下。看所有的机台都在空跑，那台是3+2的五轴，这边一台是新机，你看都在暖机呢，机台。最近又要忙起来了呀，忙了好呀，忙了老板就高兴，不忙的时候老板就看着人太闲了也不好，所以有时候还是忙点好，忙点老板就不会说什么。还有我这台机也在暖机，但是我这台机就是把主轴给它空转一下。昨天四轴做了一个硬料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硬料比较硬，就这个玩意儿，先洗出来很亮啊，就洗两个槽，60多度的料，而且这两个孔也要做，这两个孔是有公差的销孔，看一下图纸上。标注的有这两个孔，也是有公差的，6毫米的6H7的孔，还没有做呀，这两个孔。这台机还是做的这个排版的工件，还有3块没有做。哎，看看一台散件，一台就是时间长一点的搭配着干，要不然两台机也开不起来。哎，要上班了啊。